总统蔡英文秋节前视导部队颁发加菜金，一天内跑遍北部陆海空线以及陆战队，一次国军都以国人同胞最可靠的后盾为自居，喊话坚定国军信心。尤其中国对台不止武力威胁，还大动作出招，指台谍吸引陆生。这位政客是原住民立法委助理，名叫徐子。女子用温柔美声色诱换取信任，借机吸收取得资料，或是以金钱利诱。可不可以通过你们了解一下大陆国安的一些情况？这些被指称的情报员名字照片全都露，情节丝毫不输给谍片剧情，但是吸收陆生哪那么容易。陆生来台前后都有大陆官方测评，彼此间互相监视通报，一旦有异状都跑不掉。利用间谍去扰乱他国社会，利用假新闻去扰乱他国社会，中国做了很多，就他现在反过来指控别人用的方式还是假新闻。腾讯也发布报道，三名台谍被意图拉拢学生，但是被抓包根本是两年前中国鹰派官媒环球网的旧闻，巧合的是当时披露时间也是在直辖市长选举前。台湾本岛这些活动啊，因为抓了新党很多人呢、又统促党的问题啊，也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嘛。那他也想也证明说我们也经常做这些事情。两岸谍对谍，中国用台谍故事对国内宣教，但是在台湾已经成了轻易识破的老梗。三立新闻方博峰、陈彦豪台北参谋道。